我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哥哥叫刘征，刘征他说，能帮我赚钱。果然呢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是，哎，蓝雨，这名字他妈也真性感。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蓝雨。两个人要是太熟了，倒不好意思再玩下去了，也就是到了该散的时候，明白了吗？我们还没太熟吧？开始我最开始呢喜欢韩东，是因为有感动，就是觉得这个人挺细心的，他能带来一些快乐，只是这么多。在这算是后来的一切，我并不知道。